是小叮当，今天来玩两个同色系的泥，而且听名字就很有食欲。这个你们都认识哈，白鹿家的芒果优格。这一个小兔鸡是我刚买的，蛋蛋家的胡萝卜苏苏。来看看哪个更好玩。白鹿家的这个抗化能力那是杠杠的，少说被我放了也有半年了吧，一点都没化，还是那么好戳。看这立面效果也是相当满意了，拉伸性也是没得说，奶油纹路还是超级好看，只是简单拉伸就有超响的炸炮声。这个奶油花是不是超级治愈，而且起泡完全不会粘手。再来玩蛋蛋家的胡萝卜酥酥，这个没花一分钱，是蛋蛋送的赠品泥，它是特别松软的雪粉泥，摸起来有一点点小颗粒，但是接触手指很舒服。好香呀，是一股香奶奶的香水味，拉伸的时候就有沙沙声，超级呀。哇，这样拉伸的手感太棒了，不会有很明显的炸炮声，但是相比起来这个沙沙声更治愈。这块泥越拉伸越像毛巾。好啦，两款泥质感都超级棒，颜值也很高，你更喜欢哪个呢？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每天带你测评好玩的，下期见，拜拜。